们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，那什么，我儿子田华呢？就接他去了，搁村口。就接他去了。那个叔，那什么你帮我忙，你先借我10000块钱。干啥呀？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，我才溜呢，我还给他顶上了。这没用的事儿。没用，你顶啥呀？能要你钱吗？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，咱又不表示，那不咱们差事儿吗？别，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，夸他收你10000块钱，你咋想人家的你？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？不要到那我就拿晃样，我就拿回来，咱人情也消了。这心眼子，行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，我借你啊。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，好不好？叔啊，太谢谢你了，用不着。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，我怕耽误孩子前途。没事。行啊，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吧。你是白比划。叔，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？你交代儿子，让儿子给。来，趁他最后。怎么样？金老哥来了。哎呦老哥，老哥，哎呦，谢谢。刚下飞机吗？一年多了。啊，对，一年多了。挺好的是吧？挺好，你气色挺好啊。哇，气色，家里都温暖吗？是，地球都变暖了。长一年辈儿是吧？都当老爷了。不是一年，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。来，老弟，我们去接你一下。没关系，不用客气，老哥。怎么了？去年怎么了？那得场大病啊？啊，怎么悬透了？在上海。哦，我都去那边了，走半路，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，说是缺主持人。我去。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，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？来，是热吧？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来，衣服脱了。来，挺好的是吧？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。他这个气候，他整个一说啊，顶上了啊，顶哪去了？顶兜里了。我他看着了，你干啥呀？他给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紧了吗？等等，咱现在，那干啥呢？他说我不抽烟。那啥，你是不是有点冷呢？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呀？没有，你这天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，我这屋里你就都走冒汗了。那什么，你把棉袄拿来，那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怕压的，来。哪有什么怕的啊？这那什么，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钱，指定是钱。钱。哦，哎哎，毕老师，这个，谢，你帮我装着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毕老师，那个，老娘呀？喂啊，我媳妇儿，我。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弄10000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放？我找着了，在那外衣兜里头。好，我到了，到了。啊？就我媳妇的电话啊。收了，哪收？妈收了这。那个你说什么呢？给媳妇打电话啊？对呀。哎，不说别的了啊，就说不说到我这儿来吗？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，说他有点本事。林蛙，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我忘给你介绍了。哦，这是田七。这他爹，他爹啊。啊，爷俩。田鸡。那蛙都跟那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他叫田蛙，这是田老七，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你要看看呢？是有什么本事？别看了，没用。怎么没用？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去得了，只要行。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不是，老穷了，去咱路费都是问题呀。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哎呀，现在还有机会呢。哦，这刚拉的。不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。我先给垫上，我路费。快回来了吗？啊。我去了，回一圈，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啊，那没事啊，那行，看吧，放心大胆的，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那什么，那什么，那个
你别老激动，闭上眼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吧？啊，那先热身，咱们一会儿。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利索了？你折的，就是能来点连串的。我太厉害了！咱们再来点高难度的，来，上干啥呀？高啊！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兄弟，你怎么上桌上？我上了。不，没有。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啊，本事太大。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不是，我这本事不算大，这都能翻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那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就上树了。你别插话了，你凳子拿下来，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？你那吓着人家，你还要上那翻？你告诉我，就是天赋，跟我爹学的，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大兄弟，这你也有功夫啊？啊？什么话呢？说的，这你那什么？你快点动！老哥，赶紧拨电话，120是多少？来，老齐，你说你这多余点事儿，这么大岁抻啥呀？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，不在飞多高多远，关键是平稳着陆。你俩吗？起钱了。你别说，你也可以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主要是气质。这还气质？不是，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？我是跟我爹学的。谈点祖辈传，他爹更厉害，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，哦，死的老惨了。像我们习武这人，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。不是，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？哦，好了，我不说这些，不说。他爹会主持呢。这老哥，你真幽默，我发现老提我，他们就是说他那个。你用那么些，给那个毕老师那个。唱两首好不好？能唱歌啊？需要的就是唱歌，好吗？你都能唱谁的歌？你愿意听谁的？小沈阳的歌你行吗？那唱不了。调太高上不去是吧？他那太低，压嗓子我。叔啊，那么那个中国歌，我看就别唱了，他使不上劲呢。你这样，咱们来外国的，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，斯瓦辛格的，来一段。不是。那是谁？那是萨马兰奇。你别扯了，那是阿凡达了。不，那个那是帕瓦罗蒂。对，来帕瓦罗蒂的，快点。那个正经唱啊。好。来大了。别紧张。太高了，你看。那个，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。海螺音？毕老师他说错了，那叫海豚音。哦，海豚音。对，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。维塔斯。维塔斯，来。啊，别说话了，孩子都别紧张，这都是家里人，你坐看。没有音乐，那个啊，那谁，这回你不把你娘的迪迪威还用上？迪迪威，迪迪威，你瞅你看，整的吓人倒怪的，还迪迪威用一下吧，不活了。感谢。
人家唱歌，您在这干什么？大眼海豚呢？这海豚你怎么了？都这抽了都？不是，这疼，这不疼能这么叫吗？怎么样？我认为这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。苏格兰风情。那个怎么样？还想听啥？所有乐器全会。不了，还有个乐器啊！啊，你别动了，动动动。足矣了，老哥。够了，足矣了，哪儿呢？别吹了，别吹了啊！足矣了。你呀、啊，小伙子，叫田田田娃，田娃，你就等一下，过了年之后去北京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毕老师，好吧？你干啥呀？我就先去到乡里去，乡里去。我你儿不在这等我吗？那文化站还有点。他定去北京了。去啊去，过了节就去啊。咋去啊？坐飞机呗，咋去？飞机随便坐呀、啊。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他刚才你忘了，就买票困难。哦，我知道，知道，机票钱是吧？交了汗啊，那个就这样，那个你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-4000块钱就差不多，不够。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，不够。咋够了？够了，绝对够了。我俩是组合。不，他爷俩组合，爷爷他能去吧？那没去过北京。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，没碰见爷俩组合的。那8000，八千，好吧？那不用查了，那是10000。哎、啊，你怎么知道10000？我不去了啊。你8000块钱，你没拿路费啊？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、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。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。我本来想表示一下，来匆忙，没法表示。还有2000呢，老哥，你随便买点啥、行吧？行，拿钱回来了。哎、你去吧，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，你吃饭去啊。什么回来了？我现在人都走了。我先走了，好，欢迎您，再见啊。没走哪路？看着没，多好的事儿，事也办了，钱也回来了。哎，这点钱是你的啊？啥玩意儿？这不都我的吗？不是，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。不是我你跟我那拿10000块钱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拿那10000块钱，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？收你不说算你的吗？收完了。你装啥葫芦？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，信封可以给你啊，这是。那我钱呢？那我钱呢？你钱那他不打电话，那我那不掉地吗？完我说，啊哦，哎呀，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，是搁他那里。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，快去！这事我没法去挑，俺们这都定完的事，我俩去挑，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？孩子，你去，别给毕老师的，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，哎，爷不用撵，毕老师回来了吗？都。老哥，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？这不是发现能力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，已经给了他了。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？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呀、啊，刚开始啊，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，这家伙说你来了，给你拿10000块钱，怕这事不嘴上，完了表示掉地下来，完你误会了，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，那赶紧收回来吧，也不能要。那这样吧，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好吗？来，这老师，你大兄弟，什么意思？好，你拿着。我跟你收了啊，这钱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收这钱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。你就真不收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毕老师，你这真的收不收？你敌人家犯错误呢，人家能收你的钱吗？这整没用。他不收，我心里能有底吗？我收，啊，我收下了。这10000块钱，我留着，
不是你真收了？哦，大兄弟，如果去北京，你们是第一次去吗？哦，我第一次去。长城去过吗？长城没有。颐和园去过吗？幼儿园去过呀。不是，长城、颐和园，还有鸟巢啊、水立方啊。等了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，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？那得需要盘缠呢，需要旅游费用。这个是我的意思，好吧？拿着。行，我领他们去。来，我给你。不是，那时候我能找着。不行，孩子，叫老爷。那我就去。老爷，叫什么？一年了还叫老爷啊？太老爷。老爷，这样好，你儿子等我了，好吧？哎呀，这时间你自己说。哎，你说这一万块钱要旅游，我省点花能够吗？我的回来了，这钱还不明白吗？还花啥理由啊？不是，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？人家是属于给俺俩旅游的钱，人家心多善良啊！人家你咋装糊涂呢？我不跟你俩说，来来来，孩子，你看明白了，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我看我爸给我一万钱，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，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，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？那我钱顶哪去了？你钱，你。这不给你两千块钱吗？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一万，你看着没有？那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我认了，行不行？我认了，这个事儿就这样，行吧？嗯。那个不管咋地，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。毕老师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？爹，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。叔，你这么说，那么的，我就少去一个地方，我就给你弄二百块钱。你挣点，那我听不他什么玩意儿？你说的呢？我爹头回这么大方，给我都一块一块给。又回去了，叔，我站。大家好，嗯，这你帮我捋一捋，我这一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？怎么回事呢？你从他们开始，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，怎么借的？你从头捋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。对，我来前我是不是跑着来的？那你也得看吧，怎么个过程来？我这没就找不着呢，我钱怎么哪去了呢？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？对不对？我说叔啊，我说那个老毕来了，我儿子呢？接他去了，接他去。我说叔啊，你借我一万块钱呗？你干啥呀？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，也不能要。这不要，这是他的事儿，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。你这么的，他如果要这钱，就算我的，行不行？对，你说完这句话，完了我，你确实这么说的，完了你就借我那么钱。哥，那搁哪借的？搁这抽匣里拿的吗？嗯，钱呢？钱是不是这在这里搁的？完了你给拽出来的啊？嗯，哎，完我说叔，你借我一万块钱啊。不借，爱上哪借上哪借，不借，不对啊，啥不对？你猜到你是借我了呀？我现在不借了，这借钱的人太不准生了，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，还借，谁他妈也不借了，该爱哪借哪借去。不是，问题你是什么还没演完，还得往下演呢。没演完，那演不是那个钱，这是老毕那钱，那是这个钱，来，咱重演了。爹呀、啊，不能演了，再演咱们这钱也没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没演完呢，你也演了，走吧，赶紧回家。跟我俩扯呢，你还差点没扯着我一万块钱。